哇，金童须，金童须，OK。你是谁啊？西丸啊！哦，好，我是冰龙啊，忘记冰了。你在开台吗？对啊，我刚开，我刚开。不是，应该比较强。这个人，好，我已经丢了。你场面长怎样？我场面一堆三四二三三五二四四三三，很强就对了。感觉蛮强的。好，尽量变强吧。我摆烂一点。可以，一点点伤害而已。三D， 哇，有这个嘞！我想实验看一个策略，就是冰龙，你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你可以直接开冰上去之类的，本来身心升到五等，然后再买这一只。不过那样的前提是自己的血量要健康啊。好强啊！或者应该不会出去玩，但还要再硬升一等。过年可能就只去亲戚家玩吧，我亲戚也都在台北，过年基本上是完全不用移动的。还是要再等一下啊，可能再等一下再升级会比较好。很东西都完全被敲光了，大家都超强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一直坦这些伤害。大人升级吧，不过我们下人一定要升级啊！哇，恶魔也有点长起来了，很恐怖。看我的毒，再会我的毒，他才两等而已。那这只是用这个金卡找到的。自己人。哦，我这一场还没打完，所以我还没看到。你很强吗？我很烂。你很烂哦、喔。有多烂？多烂哦、喔！不忍直视。不忍直视。我现在场面上也只有一个超过十的东西，可我有个毒鱼。你有个毒鱼。对，你场面应该已经摆满了吧？不可能没有摆满吧？摆满归摆满啦，但是。哇，好，那我就先这样吧。我只有一个十十而已，剩下都小于十，所以应该还好吧。还想回师门啊？冲个点关掉。哇哦，有点多东西呀、啊。这个撞开有点痛。哇，
还会撞开这个，还行还行啊。对，先找鱼，再来演化。哦，两倍演化，嗯，这可以卖了。可以，这超赞。武器，武器，整顿没有，加一加一好了。但我应该让这应该往后摆一点，这样超憨的。这样真超憨。这没有毒。等一下，不对，这里面还有东西，而且是二二，这样够吗？要撞到这个，或者要撞到这个，这样会不会 K？应该有可能还可以再杀死一些啊，感觉这不错哦。对，只剩一滴血了，我要找三合一吧，我应该要找三合一。糟的，可以。啊哈！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OK， 不过他们也长大蛮多的啦。那蛇还第一个就被敲掉，拿到一颗蛋。哎，好像还行。好吧，我刚刚在想要不要拿甩棍。很赞，哇哦，阿拉姑，欸，这样三合一了。甩棍好了，这还可以啊。给他嘲讽要吗？给他嘲讽好了。赞！好大的恐狼啊！
我还蛮靠谱的，其实。会赢吧，25对吧、啊？他、啊、这样不会死吧？我打死了，我忘记我基础攻击就很多了。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应该也是想办法找鱼吧？甩棍要留嘛，他有热能带了，所以应该要留。哇哦，那好为难哦。可是他有甩棍的，所以我应该要留。就难道我要卖这只吗？可能再等一下吧，可能再等一下。哇，等一下，好扯哦！打那样子会打六次哦，是吗？哦，他直接把他干掉，可以。那会赢吗？好像还行吗？好寒，但这个会叫出那个炸弹。哦，这好赚哦！炸弹跟这个应该是赢了，很赞。但我们是鱼人，所以伤害很低啊。哇，金铜须。金童须 ，OK。我干你，杂谱，干你杂谱嘞！灯光，杂谱。Fuck！ 没有及时上去哦，有哎、欸，有我没有买到东西啊。等，赢，我们应该是赢定了，对，我们赢定了。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植物，而且好像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好像比较大。我们要毒，对吧？行，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圣盾，超憨的。其实等一下可以考虑直接上去找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有这个。哇，他等一下，他比我强哦，他比我强，他还有毒，哦no， 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大好，看起来我是下去了。啊，这样我毒不够，这样我下去了。GG， 不知道，这里感觉超难打的，想不到他毒也做起来了。嗯，原来大恐龙缺货，大恐龙都在他那个吧？他草凤跟圣盾都是用大恐龙拿的。而就算那样，就算我们也有大恐龙，如果我们也有大恐龙，其实就完全看，就超看运气。需要，蛮可惜的。他这样应该也打零这一家，几乎完全体。他这样其实应该蛮想要甩棍的。我结束了，第三名。很猛，只是对面更猛。